鸡翅怎么做最香？一定是这道咸蛋黄蒜蓉鸡翅了。鸡翅从中剪开，变成这个样子，放料酒，多些生抽，一勺糖，蒜末，再加三勺李子柒咸蛋黄酱，一勺蚝油，拌匀，腌制两小时备用。锅内热油，下腌好的鸡翅，多翻几次面，大概煎五分钟，两面金黄就差不多捞出来了。另起锅热油下洋葱蒜末爆香，再放三勺蛋黄酱，炒出泡泡。下炸好的鸡翅翻拌均匀，裹上酱汁，出锅撒一把花生碎，满屋子飘香，小朋友吃到吮手指。